迎收看《饥饿游戏》。大家要有精神一点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来录个影照，我们就变成一家人嘞。我们都还好，你觉得我这样像不像鬼啊？跟我像吗？我们就一开场完之后，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一个身份，然后也不知道是干什么。不是你要跟我们讲，我们为什么变这个样子啊？刚刚有说有个特别的主题卡啊，这个主题叫做是“全家福快乐旅游特辑”。耶！快乐旅游，出去玩呀，妹妹！不要出去玩！不要乱这样子。我自己妈妈，我自己旅游，不能放下啊！你在开心什么？对不对？泰格狼，你这就是泰格狼，你是不是有塞给主谋钱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笑我泰哥？你一直想流眼泪的感觉？对啊，你讲的，我们来看。